位玩家大家好，我们这边是绝地求生 M。 那我们这一次在电玩展呢，我们会准备相当多的周边商品。那要怎么样取得这样的周边商品呢？其实就是透过跟我们现场的绝地求生 M 的少女们做活动上的互动，互动完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直接获得到相关的周边商品。那我们这一次的展位是在 N5291，那希望各位玩家能够到我们展位上面体验一下我们最新的3D盔。